旨在推廣南韓產品同埋韓流嘅 Korean Brand Expo 2019咧，將會喺12月3日至到4日咧，就喺洛杉磯嘅洲際酒店度舉行。嚟自南韓嘅70多家美容同埋生活時尚品牌，包括咗26家初創嘅公司，仲有47家中小型企業將會參加，展示佢哋最新嘅產品同埋舉行1:1嘅推廣。Korean Brand Expo 2019咧，仲將會舉行 K-pop 明星粉絲簽名活動，以及係韓式嘅文化示范等等，令到南韩的美容、生活的态度和娱乐风潮吹遍美国的西海岸。在洛杉矶首次举办的 Korean Brand Expo 2019预计将会吸引大约3000名的商务客户参与和南韩文化的了解，还有商机的拓展。相信它是一个绝佳的平台，令到国际投资者和粉丝了解更加多南韩潮流和品牌。 Korean Brand Expo 2019洛杉矶站是继泰国、澳洲和俄罗斯举办的活动成功之后的第四站。而根据估算， Korean Brand Expo 签下了价值超过1.2亿美元的商业交易，为南韩中小型的企业提供支持，同时都向全球的消费者介绍创新的产品和最新的潮流趋势，并且提供交流方面的机会。